现在啊，我到那边那个小岛上去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就是这个小岛。但是这个道啊，都是他妈机动车道。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过去。啊！哎呀，瑞典这个地方啊，就是真好，山好，水好，人也好，但是太寂寞了。跟加拿大很像啊，好山好水好无聊。这些楼你看盖得多漂亮。道路，你看你要是到布达佩斯的话是不一样的。布达佩斯的话呢，这个道上你总能看着一些垃圾，当然跟中国比是没法比的，但是总能看着一些。可是你在这个斯德哥尔摩呀，你看看这地上，就是我基本上是从那边走过来的，你看看。看到了吗？一点纸都没有，一个烟头都没有，你真是干净的要命啊！这有个垃圾箱。你看看这地上，你看看，什么也没有，非常之干净啊。北欧以前呢都是海盗。啊，不知道这些海盗怎么就变得这么文明了。这是一个河，据说呀，这个河水是非常清澈的。你看这个河上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垃圾，就那边有一块纸，看到了吗？我还不确定它是不是纸。啊，就这么一块飘着的东西，其他你看那条河一点纸都没有，而且在河岸对面，你看那地上基本上都没有垃圾，非常之干净。一般在桥洞底下，你看看这两个青年人，但你看桥底下一点什么瓶子罐罐都没有。我这女的底下就穿了个丁字裤，看到了吗？这么屌。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再偷拍她，她那个丁字裤太明显了。